就是《心脏》这首歌，我觉得，非常感谢三宝老师啊，因为三宝老师也是我们蒙古族著名的作曲家啊，能写出这样的动人的歌曲，真的真的很好听，我也每次会很感动，因为你自己感动到自己，才能感动到别人嘛，所以我想，啊，把《心脏》这首歌的一小段唱给大家哈。我的爱人，你会不会一直哭着到天亮？当我抱着你，伸出了臂膀，我多么渴望就此抓住不放，我多想在你的身旁，哪怕一夜的时光，我把你藏在身上那一寸地方，才能永世不忘。好了，谢谢。